厦门是沿海城市，靠海吃海，有丰富的海鲜资源，所以各款的小海鲜在伫遮真受欢迎。鱼，厦门讲是冰豆干的时阵一定爱点的一款臭味。鱼落去冰的时阵，照讲是真简单，因为头家在伫烹上桌之前已经该处理好势，腹内气煞也嘛抹好啊。鱼身躯流出几刀，然后油汁我通真好浸入去。不过未熟的人客往往并未成功，这是吃紧就会弄破碗的内心空客。而且虽然不免需要添加调味品，不过头家带在海鲜盘内面总会搭配淡薄姜丝，会记得肯定做点饼，安尼吃起来就较袂臭啊。咱什么款的鱼敢适合冰豆干？真侪鱼计是会冰的，但是用这个季节，咱吃的就是差不多，这个下掌啊，啊后巴人鱼，啊咱厦门较传统的一般是真侪叫煎白鱼。两个好朋友就牵手煎白鱼配烧酒。是。住伫厦门，海鲜是侪甲好哩食了，除了各款的鱼。各用选择鱿鱼、虾、花甲等等，变海鲜第一大工球，就是会烧阁袂伤老，正好时间就发人成就一道好料。花甲若是直接进入去鼎内面冰，可能会烧爆出来。下纸就发人甲水分扫掉，可以转换做甜蜜蜜的汤汁。花甲的肉也阁较好食。